迎收看国光帮忙。蜜儿发浪，我是秋文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蜜儿，你今天怎么发浪啊？因为我说这今天穿得很喜气洋洋啊，你不觉得吗？脸还红，脸红干什么的？而且还腮红线啊，谢谢啊，哇塞，很好，来，今天请到，哎呦，你这样是凤梨头是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是配合另外一位来宾，你知道吗？谁？他没有凤梨头啊，哎，要身高一个头啊，他188公分呢，是不是？我等下跨身高，你弄甘蔗头也没有高啊，要凤梨头哎，没有，我至少要拉近距离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两个站起来，没有，你该坐着就好，你该坐着都坐着而已，还要站起来，刘云，好戏，站起来。他要跟你拉近，还好啦。来，他今天应该没有鞋垫吧？你先好好站一下，你先好好站一下，好好站一下，也还好。今天讲什么？被杀美女让男人很无力。被杀美女 ，OK， 被杀美女不是我们杀她，不是那种被杀，是背影杀手。Vicky 的后面就不错，前面还好。她也是被杀的哦，被杀。她怀孕的时候都是那个都被人家搭讪的，从背后，从背后。有一次就是这样嘛，就这样。哎，小姐。也没有这样啦，一个大肚子被发现。她怀孕的时候真的被搭讪，从后面人家拍她，那结果还是个认识。哎呦，真的？对呀，拍她，哎，小姐，哎，你，你，我觉得不是这样，很尴尬，应该不是这样，那是怎样？拍过来，拍过来，哎，你。现在不会被发现，我太邪恶了，被丢。可是 Vicky 的背实在是很棒，因为她皮肤很白，然后毛细孔很细，对不对？每次上节目我们都一看，哎，哦，皮肤真的很棒，她是有保养的。有，来，今天我们请到四位号称背影杀手，他们号称，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背影杀手，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用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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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。Yo， 没有。Yo， 这是演艺圈的艺人吗？欢迎一个 Yo， 哇，这腿很细耶，还不错啊，腿很细耶。哎呦，很漂亮。但是动作可以柔和一点，动作就训了。加他的边缘，这个很正，这个腿不错哎，蛮好的。并拢吗？这个很正，并不拢，并不拢。其实 OK 了，这样其实 OK 了，已经算。算中上，算 OK 了，80分有。他是不是线条有点太那个了？是因为他瘦，他腿中间空洞太多，因为他瘦，所以他大腿中间会有空洞。大腿啦，膝盖下啦，你看嘛，一二三洞，稍微比较骨感的腿。对啊，可是如果在路上遇到这种背影，这种腿是 OK 的，其实已经很高分，他已经没有，他已经没有 O 了。你买差啦。讲话就不好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完蛋，这种哦，这种一知道就是三八斤，对，好不好？真的不错，说真的啦，是蛮不错的。但我觉得她的裙子可以再短，啊，对对，可以撩起来一点吗？她可以再短，哦，这样就更好了，是对嘛？你今天是来表现的，你干嘛那么对不对？但不要撩太冷静，不要撩太高啊。你这样是看得出什么啊？可以把衣服往这样拉紧一点，因为你这样太像孕妇。哦，这样哦，这样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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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是麦啊，那是麦吧？我觉得不要动，不要。好，发尾 ，OK 吧？需要稍微修一下，需要分叉，要修一点，有一点点分叉，好不好？稍微修一下，但是算 OK 的，但是有点毛哦。你头发是不是油油的？对啊，你把头发先撩到前面去啊，你把你的肩。哎呀，油啊！哎呀，整个背露出来还不够，还有点，哎，少一根哦哦，背干净。哦，这哎，这个脖子好看，不错，这脖子正，这脖子正，而且他的肤色很匀称哎。对对对，而且你手这样放下一下，有没有？他有这个骨头有没有？哦，这个骨头是酷的，有没有？不错哎。
什么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来，你绕一圈给我们看一下，别气。哦，有，所以对，你一天有多少人跟你搭讪？21个，一天算了。辉煌时期啊，21个，那大概15年前吧。十年前，老师好可爱。那你最满意自己身上哪两个部分？我最喜欢我的腿跟锁骨。锁骨要加分的。锁骨，锁骨怎么不见了？看不到，被他这个遮。头发再往后撩一点。哦，锁骨有，OK 好。很好，摆一个吸引人的性感 pose， 正面与背面各一个，先正面，预备起，哎呦，睡，哎呦，有在听哦，一直在动哦，来背面、move， 哎，动作不要太快啦，有什么？来，腿部最性感的动作，预备起。这是什么、啊？你弯起来就好了嘛！好，不要踢了。目前为止，打分数开始。这边，在还没有看到脸之前，我觉得已经可以攀上要90了，要90差不多了，可以90，累90分。如果这是我今天一整天出去玩的话，看到这女生的背影，算是高峰了。高峰是、啊，算是今天的 hyper 了，今天的 hyper 了，95分有了。95有的蛮高，累90与95，嗯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呢？请，欢迎光临。回去，欢迎光临。回去。头发整个变，我一夜长长的、啊，因为有毛啊，因为是假发啊。啊，这假发，这个是假发，怎么可以突然长这么丑？对，我想说你怎么会变这样？啊、为什么要假发？你觉得假发会比较好看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就觉得我长头发有时候可以换不同的风格呀。你明明短发就比较好看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明明你刚刚打的分数，你是想要变吗？没有，现在遮住还可以啦，遮住就 OK 了。嗯啊，不是，我们今天聊头发，我们是聊背纱嘛？对，背纱。那我正面，我是靠正面的。没有，我们不聊正面。靠脸吃饭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聊背纱的。不是，你上次背纱什么时候？因为被看到正面。哎呦，没有吧？你斩断两刀有没有？哪有？来，误会你了，正面真的会被杀。你腿算是长的、哦，对，但是疤真的太深了。但是我已经有做雷射了，还是没办法。我已经有再去做雷射，就需要一点时间。会好吗？不会完全好。会不会贵？还好，但是很痛。哎呦，这个疗程就像把那个刺青拿掉一样。可以擦麻药吗？其实不，应该是很像，就是你跌倒，然后不是有那个组织液，然后你就拿刀这样一直刮它的感觉。哦。差不多是那种感觉，很痛，非常痛。而且那个好像擦麻药没用。而且对，因为我的已经很深了，所以你越深会越痛。那你要做几次？我要做大概4次。你现在做几次？做2次。哇塞，还有2次，痛苦哦，加油。好，一次做多久？一次很快啊，大概10几分钟就好了。哦，那还好还好。一次，你做哦，6小时。6小时。没有啊，应该会昏倒。而且不能停。太痛了。OK， 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2号。请问一下，你身体你最觉得最正是哪里？腿啊，这个是。哇，这个高跟鞋跟哇，哎腿，可是他腿真的直啊！你可以并拢吗？啊，直哇，没有空隙，好酷啊！哇，除了腿之外没有了的。还有哪里呢？不是，人家有腿跟锁骨啊，啊，你还有哪里？也不是这么说啦。哦，完美就对了。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那都没有问题，就是平凡。平凡，一般般。哇塞，他怎么了？腿真的很正，来摆一个腿最正的、最性感的撩人的腿姿势给我们看，预备起。哇塞！哎呦。就是要慢慢的动，他那个啊、臀部呼之欲出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来，再一次的，再一次，
哎呦，哇塞，哇，哎，哇，外看有点像在挖屎，后半段一模一样，怪怪的。曾经有拜过黄飞鸿为师吗？有点无影脚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接下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哇塞，这算高大，高大高的，这有一点，这应该有170了。录影手机，手机，回头看，快点站好。这个没做 model 是不可能的，而且，哎，你鞋跟那么细，会不会不舒服？你在干嘛？在翘手机。他是在翘屁股吗？你在干嘛？敬业一点，现在在录影。来，转一圈给我们看，预备。没有在看手机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在干嘛啦？不会看你的手机在这里啊？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4、1、24、35。一哦，一啊，哇靠，哇塞，有一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侧面侧面请来。一天，哇塞，一天有多少人跟你搭讪？最高级连五六个，连摄影大哥都这样摇头了，还说哇哇，五六个，谁五六个？应该不止吧？机器都21个了，你只有5、6个，不要这样啊。可是我真的跟5、6个跟我搭讪呢。有很多人是不敢，我觉得。对对，看到这种女生条件太好了，来摆一个最引诱人的性感 pose， 预备起。哇塞！哇塞！哎呦哎呦！哇塞！你看这个姿势，就是跟主持人在一起过的。哎呀！这样看得出来哦，看得出来，我觉得，嗯。好，他这应该是名模类的哦。对，他是名模，绝对。先打分数，背影多少分？刚刚炳彦有说他不喜欢大只的，他喜欢比较娇小，像我一样。不是，因为你不要一听到我们觉得是名模类，你就不想打分数，对不对？不要有包袱，没有，不要有包袱。来一个，因为每个人喜欢不一样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纤细型。炳彦看到这个名模，他已经快吐了。对，不是因为我刚听名模，不是因为。一定知道是谁嘛？啊，真的。如果明模待会一出来就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帮你提。圈子不能打太低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了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纤细，骨头碰骨头的啊。所以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很痛哎，80啊，80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对我来讲，纤细型的基本上都是90起跳。哦哟，没想到啊，起码95了。哇塞，蜜儿你出头天了你。来，凤梨，他吗？那不然是谁？他妈妈是谁啊？我说是他，我说平常75。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大波浪卷。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你的梗那么奇怪，为什么？你有阴影？我不喜欢大波浪，因为我觉得好像靠近他的时候，那个毛会一直缠住我的头一样。会痒，会痒。就像海菜。对，很像蜘蛛。直把我可以，我好掌控，拨一下就全部过去。好掌控。卷发好像拨过去，它会从这边跑出来。什么时刻要把它拨一边？就有时候如果要抱它的时候啊，要抱拥抱的时候。你抱它，现在接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之类等等，对，所以我不喜欢大波浪。然后我很没办法接受，就是热裤。热裤不喜欢热裤热裤要不要紧啊？你是主持炸弹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你要不要紧？你好，热裤75、80，嘿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啊？预备，1、2、3，好，对不起。好准哦，是不是跟主持人在一起？没有，因为刚刚那个其实我们很近，所以说听得到一点他本身的声音。哦，你是听到声音？对。哎，眼睛今天为什么是深海蓝？来导播看看看，你看他的眼睛深海蓝，僵尸。僵尸，哇，好像外国人。深海蓝，哇塞，僵尸僵尸。肩膀好宽哦。哦，不是，刚才说阔背肌很大好了，可是我锁骨也可以吧？哎，哦，锁骨，哇，好爽，锁骨很明显，很好，可以直接拿起来的感觉。你要干这样，你应该会输吧？会。太壮，感觉他是去游泳池是不是有蝶式那种？对对对。你会有蝶式哈？会。真的，因为肩宽了。他厉害哪里？你们蝶式这样，他反蝶。太壮了吧！超蝶，好不好？逆
反应啊，表演有没有？海坤，厉害，好可怜。来，请问一下，身材这么好，皮肤这么好，对你工作上带来什么好处，或者生活？我的那个腿这么长，我不需要，就是有些人会把腿再拉长，可是我不是，或者需要拉，对对对，有些那个女明星去拍那个牛仔裤的广告，有哇，拉的长到哇靠，这个人怎么可能这么长？对啊，而且有些可能要从下面拍啊，看起来比较高，都不用任何角度，看起来应该都算长。就像平着拍，脚也是长的，所以你不需要修片就对了。你有没有真正量过你的腿长是多少？因为我上半身很短，因为我腰在这里看得出来。我上半身比较短，腿长大概有一米吧，是九头。你上半身90%九头身的，九头身美女。我觉得不止一米，有一米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手最准的，来，我来量。有一米以上，有啦，应该有109。哎，我有110耶。来，两个在一起，110，两个来拓一下。可是我比较矮呀、啊，那你身体一尺而已哦，我腰在这，一两公分而已啊，身高110，那有110。侧面，侧面，来，菊姐侧面，腰在哪里？哇塞，差不多。对啊、哦，哇塞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奇怪，那个两个山脉永远就是一比就出来了。你不要这样，小的好。我也没讲什么。小的好是在哪里？对，小的好在哪里？哦，膝盖方。跑步不累，夏天不腻，不会出汗，不会长痱子，而且不会下垂，非常 OK， 好不好？你没有，没有，这我可以帮他证实，我有。我看过坚挺的人，没有我们的后台，后台因为大家穿衣服作秀啊，他看过很多人，你们应该有胸贴吧？我们会穿内衣啦，我穿内衣。因为最夸张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直接不穿，就是没有，有时候是没有穿。有他们，但是他们会贴胸贴，基本的，就是有贴连 new bra， 他们也会贴胸贴，好玩了，安全。其实胸贴是一种性感，真的吗？肤色的，看你们把它贴十字，交叉 ，OK 蹦啊，这应该可以讲说是狐狸美女。哎，真的，她是属于比较媚的，就是媚的，媚的，哇塞，来，野艳型，媚娘，请坐。贼杀太阳光，完全被遗忘。为您介绍正统、完全无逆差的五五身。真的是五五，脱下来吗？背？背吗？对对对，背杀。没关系。帮忙。第三位，请问你最满意自己哪一个部位？腰妹。请问一下，一天最多有几个人跟您搭讪？从背后的话，应该是2-3个吧。两三个。有讲实话，每天呢？对，每天。哦，这属于娇小的。哇，这应该是短跑型的。肌肉。不太一样。来摆一个姿势。预备起！你摆了没？没有，因为它长度有限啊。比得起吗？马生梅啊！对啊，屁股好翘，乱有肌肉。屁股很挺的。其实我觉得他的下半身有像美国黑人的感觉。哎，有有有有，就是肤色比较白。来，侧面翘臀，预备起，侧面。哎呦，哦哦哦，是啊是啊 ，OK OK， 是啊是啊是啊，是啊，哎，全部都。完全没有看到，对对对对，看一下，那他的惨，刚刚说腰 ，OK， 看腰，那咋了？腰啊，你可能上下露安全裤的嘛？我会穿小一点的。到底是该往上拉还是往下拉？好难这衣服很怪哎，以后不要穿这件啊，侧面，侧面来一个，来表现的腰一点气。哇！蠕动，水蛇腰，会会哦会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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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，我觉得他蛮可惜的哈，他那个比例来讲，上半身是算是蛮长的，但通常腰好看的呢，上半身会稍微长一点点，哦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好，为您介绍正统完全无逆差的五五身。没有那个哎，没有公差哎，多厉害！那个刚刚好五五，我现在看不到他的背，真的是五五。可以脱下来吗？背？背吗？对对对。遮什么呢？遮什么？不是背杀。背杀。对啊，背杀。没关系。
你是好多，你是运动选手有啦，这锻炼是要冲下来的。刚刚去惩罚啦。啊，运动型的那一个。先打分数。预备。他应该在一号才对，怎么是三号才对？我比耶不是喜欢这种瘦瘦的，没有，因为他们喜欢小的，没有喜欢这种，因为他的比例呢已经不一样，超越了，对他不一样，那他而且他不能看，就你还穿了三七比就对，对他不能看腿。嗯，他的地方只能看腰跟腿、臀部，对对 对, 對，虚线这样，就是把下面遮起来好了。哎，这样不错哦，哎，这样有90啊，哦，然后拿掉了就大概65这样。好，来，因为我不喜我喜欢160多，快170。凭什么？那好了，这样，没有个人喜好啦，这样我打差不多65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可是他站在你旁边是100%。对啊，乱登对。嗯，其实待会再讲。其实康哥个子小，男生不见得会喜欢小的，会喜欢。当然。对，你追过最高的是多高？我有一个176追过我。什么？176？追你啊？铅球对不对？不是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有没有追到？大学的时候。有没有追到你？我不敢跟他在一起啊，因为他穿的有跟人鞋就比我高。你很奇怪，你又喜欢高的，人家来追你又不敢跟他在一起。没有，170左右 OK， 176对我来说摔跤的对不对？太高，高跟鞋穿上去185，当然跟我一样高啊。他太高，你怕你搞不定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他搬不到，来亲亲。我不知道谁带谁啊，他可以这样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那个女生站起来大概就像这样，来站起来。站起来了，女生就这么高。哦，对了，看像我穿高跟鞋的高度。蜜儿多高？170啊。170，像她就可以。就是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。我好累哦。170跟你差不多，刚好。她已经有穿高跟鞋了。对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还在访问她。对啊。65分，我要走65分。来，转正面来，抢美气。啊，这边正哦，有正哦。好，到底是谁呢？腰不错，一二三，哇塞！是你哦。对啊。丢枪！你来干嘛？来靠腰啦。来靠腰。但他其实正面腿还蛮好看的。哎，如果是鸭子的话，我就觉得哎还不错哎。真的？对啊，因为我不知道鸭子身材还是有，对，有身。三围是。不方便。二九的什么？快凹进去了，人家二九的没有假，对，没有资料。二九的，所以我只能穿那种运动型的。啊，你要买少女的。29 no English， 他胸围是我的腰。什么？对，跟我现在291，真的有男生跟你搭讪过？有啦，是真的有啦。有没有人吓到我？什么时候？张丰毅啊。你看自己做一下，我还做的什么东西呀？你们学到哎这样。那个啊，张我的背影杀手这句话是从张丰毅嘴巴讲出啊，我自己才开始认真检视这件事。你讲一个还俗的人，有慈悲心，因为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说我是背影杀手，因为他觉得。我的背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个辣妹，可是翻过来就不行。他是真的有跟你搭讪过？他是一起做活动的时候，在我背后走路的时候说：“哎、欸，鸭子，你背好漂亮。”哦，我知道他什么，他是另类的背影杀手。男生看到他的背影，跟上，跟上，照来戏啊，跟啊。那天张丰毅杀手，张丰毅跟他讲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，哦、是吗？他讲这样子，哎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这位施主要多做善事啊！没事，别出门。但是背看起来真有那么一点回事啊。是啊，嗯，正面比例其实挺蛮好。他其实比例算好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五，你的身材像学生，64，就是高中生，国中刚升高中那种感觉，对。鸭子，你在学生时期体育是不是很强？体育哦，蛮壮的，说真的，那腿是有肉的哦。我这里好肥哦，应该最后一棒，不是要肥，那是肌肉，肌肉，大腿也很壮，不太好。他那个大腿外侧这块肌肉都看得到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前有参加过什么代表队吗？他上学进教室没有在走楼梯的，直接走那个墙。你太厉害了，专业走别人道，不跑的。小时候很爱爬那个杆子。啊？
你爬了上去哦，将军。你是脚上脚这样夹上去，哇！你好，那是我们男生五百障碍其中一项，那很累耶。竹竿哎，可是他不是夹，他是这样哦，两个用脚板夹有没有？两个脚变这样，是蹬像青蛙那样，就像那个泰国人摘椰子有没有？就上去了，对，很厉害 ，OK 啦。你像小男生。还好还好还好，不会啦，现在像女人。这第二专场蛮好的。第二专场摘椰子，哪里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在马尔蒂夫，我摘一颗椰子，那个时候是$2可以去赚。好，谢谢鸭子为我们展现，来。穿着不得体，泡芙猛烈狂轰炸。侧面比较清楚，好不好？有啊，屁股还蛮翘的、啊。嗯。不是，你是王彩华是？哎，你这个哦，生过了吧？你毕业那一年跟我们毕业那年没差几年吗？我还没生小孩哦。你还没生小孩？还没有奇迹哦。你还没压走哦。这个穿法完全是错误的。然后他的丝袜感觉很有历练的感觉。就是丝袜是很耐穿的。什么是雷禅？没事，你站起来拍一拍，来照啊！我光帮忙。哎，第四位，请问你身上最令人发指不是？最令人觉得哦，你自己最满意的是哪里？应该是我的小翘臀。哦，屁股，屁股。哇，黑蜘蛛啊！你就不应该穿黑色的衣服啊，看不太出来。小什么？小发福啊！小发福，胖了一点的意思。胖一点点。哎，你侧面比较清楚，好不好？有啊，屁股还蛮翘的、啊。不是，你是王彩华是？哎，你这个哦，生过了吧？你毕业那一年跟我们毕业那年没差几年了。上下届而已。好一点哦。我这样形容有没有好一点？对不对？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，你已经入学了哦。你还没生小孩，康哥也才快要生了。你还没生小孩？还没啊？奇迹哦！哇，没有生小孩就可以搞成这样。他的袜子好沧桑哦。要不要看更沧桑的？哇塞！面给大家，你好丰富，给我一点，哇！哦，这个倒是，好像是你上半身取胜，大家不要这样，前辈，你应该有去过什么那种工地秀啊？梅道姐，红包厂，他说那个你三维陈小云，像不像陈小云？哎，来一个。陈小云的歌曲，来预备起，唱啊！唱啊！你看是不是？完了！好容易被 Q 到，我前面讲话要有礼貌，好容易被 Q 到。哇，你这记啊，你三围多少？既然这个小腹变小了一点，我那种是胀奶，哪有在胀小腹的啊？哦，哎，季啊，我来讲哦，哎，吃够好啊，你喂一下苦的。啊，我们这还开好，现在现场来打分数来。搭屁股真的很翘的。李米，你不要跟我讲零分哦。哎，我们讲的是背沙哦，就是他的背而已，背而已哦。及格就是要能吸引到人嘛，对不对？那55啊？什么？55太狠了！你觉得55不是他的菜，不是他的菜。看到五，不是各位，这个背的，你再转转过来，冷静，面积好长哦。是宽吗？好大呀，好大一片这样。好大吗？啪！你很正。OK， 来你。
我觉得差不多60啦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因为他的那个裙子的长度刚好凸显他腿不长。哦，对对对。又加了那个鞋子，对，然后感觉那中间那一块是帅的。这种穿换的是错误的，老坏老坏，然后修饰啊，前辈有一些。大概民国80几年初期很流行这样穿。对，然后他的丝袜感觉很有历练的感觉，就沧桑啊，就是你就是说风尘味比较重，又想骚又没信心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这种丝袜是很耐穿的。这种丝袜，我跟你讲，全部是雷残没事站起来拍一拍，来照啊！多厉害，厉害，对啊，那种感觉。它上面有一些灰啊什么的，我们看一看是谁好了。哎，讲出来，预备，一，我呀。你啊，来这一天有多少人跟你搭讪？最高纪录？哎，在那个连正面起算，正面起算，在泰国的夜店有被搭讪过8次以上。哦，泰国，泰国，你现在要比国外的？我好像国外比较吃得开。对对对对，这不是泰国八次哦，对。然后在韩国5次。韩国对，韩国后悔，韩国也有，没有连后悔的一起算下去，每年那个骂脏话都没有。对不起，你太气了吧！你韩国人家是直接跟你讲韩语，其实你韩国以为你是韩国人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韩国的时候是就是穿的还蛮辣的，然后就有韩国的来，好，男生，还没有讲呢，没有，我们已经走了。好，不过他眼睛是有 look at me， 你有眼睛，对，你有眼睛看得出来。而且灯光没有很昏暗，然后就是有那个韩国的两个男孩，而且都很高，花美男生，然后喝得很醉的人，喝朱尼尔没有，超醉，然后还在倒把的笑，跟你打散，对，然后就是 Super Junior 型的，真的，然后立领，然后穿得很帅啊，我想说赚到，这是韩国型赚到，然后就过来了，就说啊，你好 ，say 哦，5000好不好？没有，5000人民币太便宜了，然后就说那个就说你那个电话号码给一下。然后就说 Oh, your phone number， 然后他说 Oh yeah， you know， 我想说很刺激。You know 什么？ You know？ 对，他一定觉得你是泰国人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在韩国。对啊，你在韩国的泰国人，但他觉得你是外国人。对对对，你看头发那时候是这个颜色嘛？没有，人家过去根本不讲。Hey man， your phone number？ Man， hey man， girl， yo， making good。然后重点是，我就要跟他留电话，他就拿笔给我，就拿那个笔一写，就被电到了。整他啊！整人集团。重点是我被电到以后，他们就大笑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所以刚刚是那个是被整，被打伤的。很少知道你胸部这么大。就是我好像都就是藏起来，所以为什么你的优点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就是我的就是历任男友都讨厌我穿太多。历任是历任的历任历任历任男友应该都会吧，就是想说不会不会，一起不会，一起不会哦，一起不会。你没有跟过主持人在一起，哦对对，那个 label 我叫不懂。主持人很大方啊，哦，可我的比较不大方。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说，你一个女孩子上节目穿这样子，好像要干嘛？你现在单身还是？现在就是正在寻找中。单身吗？单身，没有男朋友吧？现在脱了，脱了，好不容易有男朋友，对不对 ？Lucky， 不是观众，进来，你来，他认真，他认真，他认真，有紧张。下次穿比基尼来，教我一下，这样 gay， 然后脱了。男生不是喜欢黑色丝袜吗？没有吧，男生是这样子的，没有。我是真的有条纹，但是没有喜欢。我们喜欢是喜欢，不是这种耐磨型的。昨天的阿妈说这个很耐穿，我。你听阿妈的，你不要买，你去试穿买啊。我们下次啊要比雷惨，你再穿这个来，真的，是很耐磨。你看他们几个哪一个有穿这样啊？男生不喜欢深黑色的，可是我有认男朋友非常迷恋黑的，但是不是这个样子。我有认男朋友非常迷恋，不是这种啊，不是那个上面还有条纹，要有蕾，有一点蕾丝啊，对，有点花样，不是这种非常薄那种，但是有点质感的，你这个有点动，哎，这一块，你们不要再讲，你们根本误人，他这哪里是丝袜，你那毛裤很。毛裤哪来的毛裤啊？
你这个在冬天的冰天雪地这边走没事，温保暖，策略错误。你今天应该就是穿这一套小洋装，不要穿裤袜，对，然后穿个高跟鞋，像而且你的鞋子鞋颜色不要这么厚，这么重，你的鞋子的鞋就是脚背这边要露出来，腿才会脚踝，对啊，延伸，那个比例才会抽出来。你的腿有很多疤吗？我的腿是没有很多疤，但是我的脚背很美，我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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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吗？黑绒看不出来啊。哦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因为我是侧面，是侧面，我脚背真的很漂亮，是。手给你扶一下。我男友很轻。哦，那你应该露，你脚也太小了，应该露脚背才对。脚背很美。哦，人家那个芭蕾舞者。对，以前我学跳舞的时候，老师说你这个是舞者的脚。是是是。对，然后上课就叫我一直这样。哈哈哈哈哈。太酸了吧？对 ，OK OK。那我今天遮住了哈。穿起来，穿起来，脚背有加分了，好不好？有加一点吗？有60了吗？有。没有，因为背影你不是脚背吗？真的，其实你身材很好，但是你今天真的搭配真的大失败，就是这个裤袜啦，输就输在裤袜了。不敢听阿婆的话。基本上你看他三位前面三位美女的高跟鞋就赢了，每一个型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脚背是要露出来，好不好？露出来才会长。真的，你看就连鸭子的高跟鞋都变漂亮，这个双不错。鸭子烧死了，我跟你说。厉害啊，出去没有在怕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在什么安全措施没有的。哇，真的这样子。今天怎么会安全？所以刚刚那一件事，不知道啊。运动完了，刚运动完。没关系啊，你下次来拓别的，把它拓回来就好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脑袋瓜太傻，大爆闺房情趣。男朋友会不会要求不要让这个背露？转过去，你转过去。不是，我不是说现在啦，我说你男朋友。你男朋友会不会这样讲？转过去有不帮忙。哎，鸭子，你被工作人员搭讪哦，就是在大档嘛，然后有 show girl， 也有正常的演员，就像我们。那个 show girl 他们就是每天都会换不一样的人，所以其实每天来的是谁也不会提前知道，也不一定，就像我们助理主持这样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就是有一天就是找到了，然后就在那个有一个沙发，然后就趴在，不是趴，就是背对化妆室在，对，在拿东西还是什么，然后那个 show girl 都会比演员先化妆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个赶快来化妆啊，还在那边摸什么，我就说，哦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然后转过来，不是你哦，我以为是 show girl。所以你被杀就对了，对，然后反而被他说你干嘛没事那么早来做什么，他被骂也太可怜了，早来不行，你修不了还早来干嘛？是一定有被杀到，有啊，有这个 power 哦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林奇，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的男朋友会不会要求不要让这个被露？转过去，你转过去，不是，我不是说现在啦，我说你男朋友。你男朋友会不会这样讲？就转过去，你转过去，转过去哦，喜欢他的背。转过去有哎，不是我在问运气，不是你。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故事啊。牙子，那个你不要再提那个转过去啊，他男朋友转过去，再也不要转过来，就这样。真的，他们都喜欢某种姿势，就是大卖场推车那种的，因为他背好看，老汉推车嘛。那英奇呢？英奇，你最喜欢什么姿势？这都。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真是背面正，然后但是正面哦 ，I'm sorry 就挂掉？有啊，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啊，我们学校对面有个麦当劳，然后我们学校旁边有很多那种高职，就是高职，然后他们去下课嘛，然后我们就下课以后，然后一群男生去吃麦当劳啊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女生，那时候好像期中考，因为大学比较没有什么期中考，然后他们就有期中考，哎，说好认真啊。哇，那背影真的跟你差不多哦，对，跟你差不多。然后他那个制服穿起来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制服可以看得到有骨头那种感觉，哇，纤细的感觉，头发又顺，头发又很顺。然后呢，哎，坐的笔直直的这样。然后我们那几个男生就玩那个心脏病，哎，输的去要电话，输的去要电话，哎，然后我最输啊，我跟导演我最输，然后就去要，然后呢，其实呢，
我要靠近他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一种味道，那种味道很难。什么味道？所以为夏天味道。阿嬷房间那种味道。哦。明星花露水。油油的，油油的那种明星花露水，油油的那种老人味那种感觉。嗯。那可能是跟老人住嘛，那 OK 的。然后哎，孝顺，孝顺，对，孝顺。然后哎，加分，有加分哦。然后说哇，练练英文在背单词，哇，加分。外语能力很好。嗯。拍拍转过来的时候。哇靠！他长得真特别，怎样？怎样特别？长得很像那个小五哥啊，谢振武，小五哥像小五哥，超酷的，金框的眼镜，然后脸还是有点方方的，然后呢，他很奇怪，他留长发哦，但是刘海没什么刘海，留长发没刘海很厉害，没有留长发，然后刘海又很高，然后转过来，他是戴假发。长发，然后他就前面弄得很高，可能好学生吧。就是那种背面看起来很美女，那正面看男生这样子。女的啦，女的。对，就长得像男生嘛。长得像男生，对不对？然后可能青春期嘛，都是痘痘。哎呦，嗯。然后你就约他去吧。有些痘痘是在里面，有些痘痘是浓的那一种。你看得这么仔细呀？你看得这么仔细，因为本来想说靠这么近有什么好看的。因为很大颗哦，那这个世界上只有你闻过浓味，还有面素利达姆的味道哦，哇哦！对，刚才积极的算是瘦哦，他还没有到真的很满分，那个已经到98、99了，他是很高，然后比例又是37升，然后呢，其实要真正美的线条呢，是你有运动，但不是瘦，像蜜儿太瘦，就是有肌肉，然后因其呢，他是没运动。然后，但是他就是介于有点运动起，有点像安吉丽娜·裘丽，然后就是很结实的身材哦。然后他穿的其实有一点像英奇的短那个热裤，是那么短。然后我跟我朋友在开车，然后他坐副驾，然后我们在后面就远远就看到，而且他的那个T 恤呢是很薄，但是很合身，合身哦。真的中了，没想到。对啊，然后背呢，他的腿有够直的，而且你说大腿是大腿，是小腿是小腿，因为有一点点肉，一点点的小肌肉，但不是很明显，那种是非常完美。然后他的头发呢，背影的时候呢是长发，然后扎马尾，你可以看到他的脖子，皮肤又白，哦，超棒的，而且走起路来跟名模一样。OK， 而且他是一般人，他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在走台步，是。然后我们在后面就。太棒了，哎，那个开过去就是在旁边，就是摇下车窗，他就会叫那个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但是因为一直叫，人家也不知道是在叫他，可能在叫别人，所以还没有回应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再开到他旁边哈，一开到旁边，他还继续叫的时候，我刚说砰，我就打他 ，OK， 不用了。因为一看到旁边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得到他的侧面，跟刚才一样。我觉得女生有痘子真的是超扣分的啊。然后痘子，然后呢，过去呢，他又没有化妆，然后眼皮非常的单，然后呢，又眼眶非常的深，很无神，很干枯的脸就很干枯。然后素颜，我觉得女生还是要化一点点妆。对，当然。然后就很恐怖，你就然后就加速就开走了。要不然我们后面刚才我们开得非常的慢，后面的计程车都来扒我们。我就不管，想说一定要先看一下，要认识一下，结果超恐怖。我那时候跟着高山峰啊，什么那个伟哥嘛，没票的在吧台，我们摆在这一边，我一看，哇，有个女的背着我们，哇塞，还在喝那个马提尼，我就哇塞，乱味道，快走过去，就是过去，打准备好这样，还转过来，啊，我们到那边喝，我们走。就是一看，哦，走，来，走，对面喝，走。真的是这样，还有那种夜店，然后为了背影的，有时候他背面这样跳舞很会，有吗？很会跳，一转过来，你不要跳。你太气了，很气耶！因为哎，你觉得没？我们是被打击耶，然后一把电钻就砸。好痛！那是欺骗的行为，对，诈骗，欺骗我们男生，诈欺。对不起，那对不起，你干嘛对不起？我想说我们不该有欺骗的行为。你没有，你不会，你讲出来，你厉害，你怎么会的？你被找来正面，我走。对啊，中奖！而且你什么姿势都可以，真的，多好！男朋友太幸福了，难得有人承认自己单手老汉推车。外表不管长怎么样，你一定要保养。对啊，一定要好好这个爱惜自己的条件，真的不能懒惰。好吧 ，OK， 那今天谢谢各位参加国国帮帮忙，谢谢。
来演出，助手骂人啦。黄琦啊，在楼上驻唱，然后老板就说：“哎，上去跟萧煌奇打个招呼。”刚好有一个寿星女孩子寿星，就说：“萧煌奇第一句就来，我先生的要叫隔壁嘞。”可我看那寿星有点龅牙又胖胖，就跟萧煌奇说：“因为你是一个臭女。”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三立动会台30频道，国光帮帮。